初一时段出来玩。那今天天气真的不大好，有雾霾，雾染挺严重的，看桥上都是人。这桥叫金汤桥，今年政府提倡就地过年，所以可能这些人都没回家嘛，所以景区特别多人。那也是去跟奶奶过的。你就说我在外地，我该回去回去。算了。